冰宴小李林剖腹产女，与金超14年结婚。搜狐娱乐讯，今日3月9日下午4点半左右，搜狐娱乐获悉，曾凭借电视剧上错花轿嫁对郎中有过不俗表现的演员小李林，原名李嘉林，剖腹产生下一女，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。2014年4月15日，演员金超发微博自曝与演员小李林已领证。据悉，金超和小李林将于5月举办婚礼。小李林曾与上戏表演系老师结婚，并育有一女。小李林曾在上错花轿嫁对郎饰演女主角杜冰燕。小李林个人资料，小李林原名李嘉林，1980年8月4日出生于湖北武汉，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，中国内地女演员。小李林的前夫李雪涛比李嘉林大8岁，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老师，也是他的学长，两人育有一女。责任编辑李志正 UK005 分享。在相关阅读看女人是非多与关之琳能否做回朋友。刘嘉玲地区拉刘嘉玲今晚出席光影。香港也吕梁磊化作慈善捐款发布会，他透露中意艺术，收藏好多画，还想学画画。他抱老公梁朝伟最近学画油画，并已完成首幅以植物为题材的画作，被他视作无价宝收藏。今日三八妇女节，问嘉玲在伟仔面前是否女王，她突然有感而发说，女人不应求人保护，要自强。不过好多时会听到女人对女人的负面评语，有争议都来自女人，可能出于妒忌心。谢逼最近听到是非，是非梗有，每日都存在。以前我听到会不舒服，现在心脏已好强壮，无所谓。看到负面的事后，反而会对自己要求更严格，鞭策自己向前的动力。有无受伤害？无，只是换另一个角度给自己，人可能有自己的问题，无可能完美。作为公众人物要以身作则。是否建议之前关之琳的说话？嘉玲说，关之琳，我不介意，我好了解其心情。是否可以做反朋友？地取了，时间可以解决问题。看古巨基自曝之范是吴准老婆来手机，我会立助取。古巨基早前接受 TVB 娱乐新闻台 Star Talk 访问，分享与太太陈英雪 Lauren 的婚后生活。他表示婚后努力在工作及生活上取平衡，吃饭时会要求大家放下手机，连 Lauren 也不能破例。基仔说，古太一拿手机出来，我就会立住他。话他还不放低手机。谈到生育计划，鸡仔说，等上天安排，大家也很期待，不如帮忙集气，也许成功。我没想过生仔还是生女，能有小朋友已很感恩。看女人是非多与关之琳能否做回朋友。刘嘉玲地区拉刘嘉玲今晚出席光影。香港也吕梁磊化作慈善捐款发布会，他透露中意艺术，收藏好多画，还想学画画。他抱老公梁朝伟最近学画油画，并已完成首幅以植物为题材的画作，被他视作无价宝收藏。今日三八妇女节，问嘉玲在伟仔面前是否女王，他突然有感而发说，女人不应求人保护，要自强。不过好多时会听到女人对女人的负面评语，有争议都来自女人，可能出于妒忌心。
是你最近听到是非。是非梗有，每日都存在。以前我听到会不舒服，现在心脏已好强壮，无所谓。看到负面的事后，反而会对自己要求更严格，鞭策自己向前的动力。有无受伤害？无，只是换另一个角度对自己。人可能有自己的问题，无可能完美，作为公众人物要以身作则。是否建议之前关之琳的说话？嘉玲说，关之琳，我无介意，我好了解其心情。是否可以做反朋友？地取了，时间可以解决问题。嗨。